经常在做现场音乐的即兴，但是很多的现场的来宾，他还是有时候不太懂。他说：“老师，老师，请你弹一下，哎，月和好随便。老师，请你弹一下张惠妹的什么什么曲子。”那这变成什么？是点歌了，真的。我不是不愿意做，而是说实在，对于 musician 来讲，你了解的那个是分派别，而且不同的乐种，你总是不能。老师，麻烦你弹一下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。啊，我的刚刚88件琴键，我哪有可能把所有的100多人的乐团全部包含在那里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我必须要了解那感觉，把它怎么样浓缩旋律，那我可以利用这个旋律怎么样？即兴在改造，就又推翻它。啊，我平常在家里是做这个事情的，所以找我翻牌是很好的人选。但是平常很多人都说，那你在你要演奏，你都不用背谱，因为你弹错音也没人知道，那不是最好了吗？最容易赚的吗？可是我真的很诚心的跟现场的来宾讲，不对。我在家里都是有谱子的，因为那是一个精准度，就是这样。
我们回到一个，如果一个专有名词，我们讲它变小调，原来那是大调，所以音乐就是这两个，所以你把这两句学出来，用出来了，哇 ，musician， 你真精灵，刚刚弹的比较慢，对不对？哈，你心里写出二三一。真的学乐理的，你就知道有一个音改变了，就是那个半音改变了。不开心的就就这样，那个音就是这个东西。musician专注的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。你跟他讲完，打算你跳出去。